算便宜。毕业册2000多块还不是最贵，询问其他幼儿园价钱甚至更高。制作内容包含团体照、同学录、学士照，以及由摄影公司提供包含有法装造型的个人写真照5张，全部用到好，集结成册加 CD 要3600元。觉得稍微偏贵一点，因为毕竟毕业照也不是像其他婚纱照那种需要说修图。看那这间的拍摄的品质好不好？其实这种拍摄的过程，我们通常会放通知单，然后自有机制让家长是不是决定他要不要拍。园方表示，孩子在拍摄前会事先通知家长，可选择不同的拍摄手法，照片数量有不同的价码，尊重家长意愿。那部分他们就是请小朋友自备他们自己的便服2套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到时候还有一张团体照。我自己小孩子他是读私立的幼儿园，那他们就是会有所谓的就是造型服装，所以当然业者他厂商他们都是要赚钱。拍摄手法不同，价钱也不同，一组毕业照至少都要2000元起跳，甚至3000-4000都有。家长可依能力决定照片数量，量力而为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陈云安台南报道。